佢嗌 headhunt 招受函，一名函招受函，招受函啊，就一个名比较难读，好多人读唔出来嘅声啊。不过就系雪龙街飞管本街嘅飞装，我哋一街系三年嘅，所以我哋嘅雪龙街飞管，我哋自己要跟自己嘅建筑物，就作为飞装啊，当街飞装也有飞装嘅办事处入面，就是、处理我哋飞装。飛管嘅熱牀業務或者熱牀嘅所有嘅發套，所以啊，之間我哋就可以看下啊，我哋就飛管啊，我哋就要錄，我哋要錄就單位錄就建築嘅合埋一齊。特別將我哋飛管嘅辦事處，作為我哋工作人員，就作為辦公會處理我哋工誒飛管嘅熱牀嘅業務或者我哋發通。啊！嗱，呢個肺炎啊，要過來啊，即係了解嗰啲肺污，所以同埋啲嗰啲尿液接退啊。啊，因為即係嗰啲小型嘅肺炎時，即係嗰啲比較小，我發到嘅小組肺炎啊，就是甚至重複肺炎，都比較少啊，就睇到啲結啊。就比較嗰啲卡路偏慢啊，或者嗰啲重複動作會比較少啲嘅時候，或者他的小組肺炎，或者用嘅呢種肺炎時嘅作用，發到嘅情況，因為咧有好多。到底跳不到的这边全空了的建筑的名单这好有历史吧啊历史记录啊这好有历史记录的中重要的这个这个地方啊你的两位地方呢就那天就感应最高所以细流去细流的这方面你在做了礼堂啊这叫礼堂就那天平时有一个太阳的发通啊或者九年纪念嘛没个好太阳的九年纪念或者我在建立啊，还将那个中秋节啊，啊，那个之类的，出什么的，把地单啊，那些春季、秋季啊，还列出来会记的。啊，好多在马来西亚的会馆、香团的建立之前，往往都是宗教的形式啊。我们雪龙街会馆也不例外。从有会馆之前，就先有一家关帝庙。我们街英会馆已经118年。啊，118年的历史，但是那天的呢只关帝庙咧，肯定超过118年。所以呢只就庙就广场上观众有庙，就非观众间有庙嘅，那天感应非观众其中一只，十分重要，一只系比较特点嚟嘅。啊，那天雪龙感应非观众事实上就比较有啲次好啲讲，啊，那天一只富丽堂皇嘅非遗式。相信你就转眼间一个最好发生，但对会馆来讲，给你们能够会议室的招魂的董事会议，比较重要的一种发通的场所来讲，比较是可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现代化，我们现在也有报应系统怎么会啊？所以你就会议室就从纪录片来讲，讲得上是可以有代表性的一种会馆来讲的一种会议室，叫我们国庆重要的会议都会从。